你兜里有钱吗？五哎，个十百千万，哎对，六位数、是你自己挣的吗？对啊，你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想先成家。如果今天这个工作没搞定的话，是吧？人能够通过非你莫属，是吧？这个生活平台，不光是求职啊，当然最好了。之前几期我看到那个杜总杜子健，他那时候什么，他是做线上的嘛，做那个主播嘛，完了以后我以为他这期节目会过来。你要求薪资多少？8K 吧，最低不低于8K。你这8K 是哪来的呢？因为我目前的话，我目前做教师，是一个月多少钱？一个月大概有4000多。就是你那4000不就是底薪吗？我问你的底薪多少？丽丽，是叫每个月工资吧？对，每个月工资就4000多块钱。4000啊？就4000。就是底薪，他外婆的意思说你要求底薪4000就行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哎，对。你接受吗？可以接受。来，第一轮选择去火里。还有4点钟，天生我有才。哎，外婆来展示一段才艺，来，掌声有请外婆，来，我们就看您跳舞。对，你要跳这个交谊舞还是要跳广场舞？哎，广场舞，你要什么音乐，我们就有什么音乐。小苹果可不可以？小苹果跳手跳得不好啊，没关系，来，你跟着你外婆一起来，一起来呀、来，小苹果，来，我们跳过呀。音乐起，怎么跳舞？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送给你，让它每天为你升起。点上蜡烛，燃烧自己，这样的道理。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只要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生命随着爱你，永远不离不弃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跳广场舞，好，谢谢外婆，来扶外婆到座位上去。姥姥挺开心的，